好奇心害惨妻儿，男子失误按下了网络贷款的链接，大耳聋的跑腿两度上门放火烧屋，连累妻儿日夜担惊受怕。歌神演唱会一票难求，女骗子以张学友演唱会门票为诱饵，诈骗44万令吉，今天上庭面对欺诈罪名。完整报道，请留守今晚8点，由我叶剑锋和我冯美玲送上的8度空间华语新闻。